现在就下载九八新闻台 APP，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说政治，说门道，董志森为您说出新闻的真心话。欢迎收听小董真心话。小董真心话，各位朋友，这几天都雷雨那下午。 还是要带个伞比较保险一点。那当然，今天最大的新闻啊，就跟今天上午的太阳一样炙热啊，是什么呢？林志坚涉嫌抄袭。我我看了半天，我觉得为什么要写涉及呢？这个明明就是抄袭呀、啊。这全世界的标准都这样啊，对不对？可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政治上，大家都知道，台湾的政治人物，他喜欢。 啊、哦，喜欢弄一个学历呀！啊、哦，台湾很多人都喜欢弄个学历。那台湾的很多学校他、哦、就会劝你，比如说像我们电台旁边有个国立大学呀，啊，哦、这所国立大学很出名，也很大，哦，今天媒体也都在报道他。他的高层就打给我，董先生，你来读我们的研究所。我说我没有准备，我怎么去呀、啊？他，你来考。 你来考就可以了、啊。我说我我考好，我即使考上我也毕不了业啊，还写论文啊。他说你只要能够来读就毕业就会毕业。我屌，我们这所大学是非常有名啊啊，啊大家啊就在我们电台旁边啊，大概走不到走大概一公里左右就可以走到了一个一个一个大。 大有知名的大大学呀、啊，今天媒体都在报的。我想啊，有有这么简单的吗？后来我发现，原来我们好多媒体人呐、啊，都去练了。练了以后，毕业了啊，毕、喔、业啊，学校就问他说：“哎、欸、呀、啊，为什么为什么那个董哥都没有来练？”哦、喔，那他们就把我电话给他，把我手机给他。我那时候接起来，我就吓了一大跳。我们现在很多。 非常知名的大学都靠找这种我们有点知名度的人，他在想说你有知名度就有钱嘛。一个学分多少钱？我那时候如果去练的话，一个学分一万二，要练二十几个学分了、啊。其实我很明白，这种都在练财啊。那你练财个，把你搞个三年，我像我好几个朋友在新闻界，他们就很哦兴致勃勃就去考考上了、哦，考上我发现。 自己根本没时间练哦，没关系，你要保留学籍，先交五万，我不骗你啊。有人保留学籍，学籍可以保留七年，你知道吗？保留到三四年，问我说还要保留下去，我说你根本没时间练，你不要为了那个头衔在那边。后来就退了，已经缴了数十万了。各位，我我讲，我们在大学很多都都知道，你们这些名人，很多人都需要一个学历，那。 政治人物就更需要了啊、哦！政治人物林志坚很需要林志坚，你看大家都替他开脱啊！哎呀，他没有，根本没有。他两个抄袭案，我先分析给各位听啊。我们如果讲哦，第一个中华大学的抄抄袭案呢，他其实就是很简单，他就抄袭啊，竹、哦、科委托外面的人做的一个研究案，他把里面抄袭了啊。哦 这个百分之百是抄袭啊！不用再凹了，不用再凹哦。为什么呢？因为连错字都一样啊，连错字都一样。他们现在替他开脱，就说逐客委托那些教授，就刚好也就是林志坚的指导教授讲这种话的人，能让人瞧不起呀、啊。指导教授同一个东西到最后连错字都一样，那这种教授也不要干了。教授要不要站出来讲？拿人家钱还去养学生？ 各位，大家在在讲了半天了、哦。第一个要名，第二个又要立的。要名就是我有硕士资格；第二个要立了，用一个研究案去跟政府要钱。我为什么那么看不起啊？我们国科会、教育部、文化部一堆研究案，哇，好多教授。这些教授那种案子看了好，好好笑、哦。然后研究案替替自己家里买了洗衣机。 研究案，他要你要有单据啊，要来报账啊，来报哦，洗衣机哦，办公办公室里面的什么什么都来报了，沙发也来报了，什么都是都是研究案，然后就从国家把钱，国家单位把钱领走。各位，我非常鄙视这个，是是在哪里呢？你要钱又要名，啊，所有的好处都给你们了，所以现在。 出来替他开拓这些人，老实讲，让人瞧不起、啊，可以讲天下无敌的不要脸、啊。为什么呢？因为连错字都一样，这个还有什么好解释？你要说啊，让那个教授怎么样怎么样？教授，你写错的错字，你的弟子照样抄抄错，而且是同样的抄下去。我告诉你，这个这个是怎么造成的？这个就是连抄都懒得抄。各位现在会用电脑吧？ 电脑，你把左边的那个键，我们滑鼠上面两个键，左边那个键把它按了，然后往上打勾，就全部反白，对不对？然后再把它按个复制，这个叫做复制，懂不懂？不要再凹，好不好？你就是复制，连抽字都复制进去了嘛。我一个同学哦，他跑去大陆念书啊，我就跟他讲，大陆念书很辛苦，你不要觉得大陆学位很好。他说没有。 他去念中文系，他是学学哲学的，你知道吗？啊、哦，然后三专时候念过新闻啊、哦，然后哲学，后来当记者。他跟我讲说他去念，我说那个很辛苦，你不要你不要觉得那个。我说中文的我是比较懂啊，他去念中文的的博士，你知道吗？我说中文的我是不比较懂，因为我,我自己练中文嘛。我同学很多在当教授，他说就反正我现在时间比较多，我就跟他那个了，跟他耗。 后来，好几年拿到，所有的教授都都是从外县市找来的。找来以后，里面有个规定，这规、個、定很在台湾哦。如果用了，你会觉得啊，中国大陆既然这么严规定什么，你知道吗？他就用网络去搜寻你的论文哦，只要有十一个字，包括标点符号，十一个字是跟任何一篇论文一样，就算抄袭。十一个字啊，各位朋友。 这个要拿来台湾的话，我敢讲，政治人物后来拿到学历了，或者这些名人拿到学历了，我敢讲啊，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通通都是抄袭。十一个字哎，各位朋友，这什么标准呢、啊？对啊，我们其实我们自己在写文章很清楚，你自己写文章，你要十一个字连标点符号跟别人一样，大概都很难呢、啊。 很难哦！你说十一为什么是十一个标志？因为他们去十一个字，因为他们去精算够，你有可能十个字相同，十一个字不可能相同，都算你抄袭，很严格啦。哦，那我我我讲，那台湾这些政治的路好好笑、哦。你要去检视的话，哦，那我相信很多人都被检视的，但是您之间为什么特别被检视？为什么？ 因为陈其迈跟李梅珍在选的时候，陈其迈跟李梅珍在选的时候啊，那这个席次是韩国瑜被罢免以后要补选，李梅珍被检举，你是抄袭啊。你的中山大学的学历抄袭啊？那其实你去跟他检验了，不管能力，我敢讲能力，我也不会谈谈陆难的啦，啊，你去跟他检验，啊，抄袭到已经匪夷所思了。 匪夷首诗啊，你知道吗？亲民党的刘文雄啊、哦，刘文雄跟我交情是不错的啦，啊、哦，但是他其实有时候，啊、哦，讲话都没道理啊。他那时候被《一周刊》把他报道，说他欺世盗名啊，啊、哦，硕士论文抄袭了，哇，他很气啊，出来讲，然后我很仔细的去比对，发现有三十六个图表根本就跟别人的一模一样，这个就不用讲，这个、百分之百抄袭。 他有人碰到我说：“哎、欸，呀、啊、你按、啊、你那个案子怎么样？”他说：“我现在要去提高，要什么？”我说：“你不要去提高。”他为什么不提高？跟我乱写，说我欺世盗名。我说：“你提高、哦，法院开庭你要被检视一次。”他说：“你也认为我这是抄袭？”我说：“这百分之百抄袭呀、啊，这个是不是，这种在学术就就是叫做抄袭呀、啊，怎么一样？您之间的您之间这个是不是抄袭？是抄袭，连表格都一样，不要讲错字了啊！你要怎么去解释哦？” 他们现在就找一德解释，哎呀，教授怎么样怎么样？奇块这个就告诉我告诉你的啦，这个就连抄袭都懒得抄袭。林志坚说要开记者会，可以啊，他开记者会说我没有抄袭，我只是复制，可以啊，你可以这样讲啊，你没有抄袭啊，你只是复制啊。你知道陈建人被人家讲抄袭的时候，陈建人大家叫他大人哥。 他的学校是好的不得了，美国 A 和赫赫普金斯的医学啊、哦、的公共卫生的博士啊，赫普金斯在美国是不得了了医哦医学大学呀、啊。他被人家讲论文抄袭时候，他是什么态度？各位，他是什么态度？我告诉你，他说这叫抄录，不这不是抄袭呀、啊。各位，兰利哦对于这个态度是不一样的。 人民哦，对于民进党抄袭都比较宽容。我老实讲，那李梅珍呢？李梅珍不但落选，还被告被检察官提起公诉，违反著作权法。各位上网去查，按、啊、那个告他的那个学生啊，姓雷啊，打雷的雷啊。后来和解，你知道和解有多少条件？我是没有去问啊。但是和解你就要付钱就是了。我老实讲，你要我撤告和解，你就要。 一般来讲就是付钱了、啊，要不然你你一般对不对？那他有没有付钱，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告诉各位，一般就是这样啊。所以李梅珍变成身败名裂、立赢的人。那时候国民党主席是江启臣，江启臣提名李梅珍来跟陈其迈选。民进党要求，请政治学教授江启臣教授，你自己看这个文章。 哦，这个论文有没有抄袭？请你不要用江主席的态度来辩护。后来你没扔，当然漏选了然后也被人家讲这样啦，诶证据确凿啊。他说我退回那个硕士，退回不行，你还有刑事责任呢、啊。各位，这个就是下场，因为他是蓝赢的，绿赢的这些人被人家指控有没有什么事？没有啊。你要去比对，各位朋友，因为现在比对很容易了。 现在都是电脑啊，你这去去搜寻，所以昨天有人跟我讲说，不止中华大学，他在台大也有哦。哈哈，我说不用了，你不用台大，你不用跟我讲。我说指导教授是不是陈明通？<laughs> 各位，陈明通现在我们国安局的局长，原来陆委会的主委啊，他原来国花手的教授，很多人都去念国花手，都变成陈明通的学生了、啊，好好笑。 我我有时候讲的，因为你要名要利，那有人要这个名是要选己好看，对不对？我只有五专，我就先弄个大学，我就弄个硕士哦。那现在国内硕士很好拿，为什么？因为各学校都需要钱嘛。大家就是就是这样。那没关系，你要好好去读。我老实讲，像我周遭我认识，不管政治人物或者新闻媒体啊，就我认识的，大概去练了大概一一两百个吧。 我还没有碰过一个真的认真在读的，我还没有碰过，都是我的朋友。我公开讲啊，我还没有真的碰过一个真的很认真在读，的说我要把它弄清楚，哦，或者我要写一个怎么样的论，没有，我真的还没碰过。为什么？因为我认识这些政治人物或者这些媒体媒体人或怎么样，根本大家都忙得要死，你哪有时间去？可是我们现在。 鞋子就可以说啊，你可以 E N B A 来怎么样怎么样？你已经有多少成就了，就可以回来。我有时候看的很好笑啊。我有大家知道我常,常被告啊，哦，有时候报纸会登说小董被告。一天碰到一个朋友，说：“哎、欸，董哥你被告啊？”啊、哦，我说：“对啊。”啊，告你那个现在案子到哪里？我说：“就到法院啊。」啊，你知不知道那个法官的名字？我说：“当然知道啊，他。” 他给我传票，我怎么可能不知道？我就讲出来啊！他说：“哎呀，太巧了，这个法官跟我在研究所是同学。”这我来那个，我说：“我说，请你千万不要那个，你当做没有这回事哦。”我说：“我官司我绝对绝对自己打，不不会有事。你弄下去就复杂了。”现在法官，哎，法官你忙得要死。现在很多法官你在进修，为什么？因为，你大学毕业啊，考上检察官，考上法官，然后你去了，你将来要升迁。 如果有个硕士，你就比别人强，对不对？那大家就在弄这个、啊，那你说，你说他有时间去练吗？老实讲，我也很怀疑呀、啊。离开学校以后再去练了这些学位，小董真的是多次很怀疑，因为我们实在是没有没有那个时间去练成这样。可是台湾人喜欢看你的学历嘛，所以啊、哦，那些政治人物我认识的。 什么美国的名校、日本的学校，什么什么可，连美国的名校英语都不会讲，英文都不会讲。我英文算很差的，我我用英文跟他讲几句，他就讲不下去了，他没辦法讲啊。日文呢、啊，我真的是我问他说：“你那你会日文吗？”这边有日本的朋友来讲讲不出来啊。各位，你你讲在台湾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政治上很多人需要。 在升迁，很多人需要，就这样啊，所以你也不要奇怪，连蔡英文的博士都是假的啊，对不对？一九八四年他能有拿到学位没有拿到嘛？所以大家可是他是立赢的，所以他立赢的就比较没关系呀、啊。如果今天马航酒，马航酒的每一样协议都是真的哦，你知道，马航酒店。 国以时小，大安国中、建国中学呀、啊，然后台大，民进党怎么骂他？说那建国中学就是靠他爸爸的关系弄进去呀、啊！我听了哈哈大笑、啊。然后呢，台大也是，嚯、哦，说他当年根本考不上，怎么要去把那个卷子把它抽掉？啊？各位好不好笑？我们知道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哈、哦，过去大家认为说联考还有胡兵役是比较公平的。 基本上百分之九十九是公平的啦，啊、哦，基本上，我为什么讲基本上呢？因为有些人可以不考联考就去念大学，譬如说尤西坤，尤西坤为什么？因为他是省议员，省议员可以不考联考就进大学是啊，这个算不算特权？各位可以自己去评论了。哦，我选上省议员，我就可以念东海大学，各位，要不然你去那一年去看，因为我们以前大学联考哦。 报纸都登全版登出来的，东海大学政治系，你去看有没有游锡堃的名字，对不对？那这个算不算特遣？当然算啦、啊。那有些人不用当兵，有有人有特遣不用当兵，哦，啊，但是你要编个名目啊，哦，我我比如说我体重一百公斤，我近视一千度，哦，以前有这规定啊，那这个算不算特遣？ 他毕竟，毕竟在法律的前线，他吃到一百多公斤啊，他故意把他吃到一百多多公斤，他不用当兵啊。他近视真的一千多度啊。比如说黄国昌，我就不敢讲他有特权了、啊，因为他真的近视一千多度了、啊。但是有些人啊、哦，就是他可以走这些漏洞啊。那我讲哦，其实，在台湾啊、哦，这种论文。 抄袭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啊！林志坚不用再凹了啦。那台大的他的指导教授陈明忠也出来说：“哦，你说他们抄的那个人，没有没有没有，是林志坚把资料给这个学生啊、哦，这个学生叫余振煌啊。林志坚哇，态度很坦然，把他的资料给余振煌，所以余振煌写了论文，找林志坚半年拿到硕士学位，还凹啊，还凹啊。” 陈明东你还在凹啊？好好笑哦！今天有人问蔡其昌啊，蔡其昌说：“您之间没有抄，他只是抄自己的啊、哦，自己的手稿啊，啊、哦，自己自己的那些笔记表，怎么可以算呢？”各位朋友，我有时候讲哦，因为我们台湾社会对于狼跟利是不一样的啦。利盈做什么都可以，利盈还没有一个抄袭的人，譬如说苏家前被邱毅指控，他现在不敢吭声了、啊。 潘梦安也曾经被指控，也不敢吭声。张廖万坚是现任立委，也不敢吭吭声。有没有抄？<laughs> 为什么？因为你要去告的话，检察官就会把这些东西拿来做比对了。那比对就写在起诉书上。今天只是媒体在讲，起诉书是公文书啊，起诉书就会写说哦，来比对哦，哪一页到了？法法律是讲这个的嘛。 各位，法律是讲这个啦、啊。哦，这个图表跟第几页跟第几页的那个，跟对方的那个是一样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哦，在被人家指控为抄袭论文的人哦，最后都不敢去告。为什么最后都不敢去告啊？因为因为就要做被拿来做比对啊，比对就登载在公文书啦、啊，说他第几页跟第几页是一样的。 图表是一样的，没有注明出处就叫就叫抄袭嘛，对不对？没有注明出处就表示是我独创了，你没有注明出处啊，就表示是我独创啊。那没有是你独创的话，你跟别人一样，别人比你先出来，你就叫抄袭呀、啊。各位懂了吧？文坛也有一堆抄袭的啊，中国大陆有人去抄袭琼瑶的著作啊，很恶劣，后来被告了，还很恶劣，告了以后还很恶劣，后来。 很多人就去看，哎呀，你这剧本都剧情什么都完全一模一样，这个还不叫抄袭吗？大陆人全部声言琼瑶啊，各位我我讲哦，你有时候看，这个不是叫什么公道在人心，而是我们社会上在大陆都很公正，在台湾呢，在台湾又有蓝绿，只要绿色的人抄袭都不叫抄袭，成建人叫做抄录，那蓝宁的人呢，我举一个。 我跟他有一面之缘的前国防部长，他叫杨念祖，马上就找他当国防部长。他原来是副部长，他是一个文人部长，马上被检举，被民进党一个叫朱正奇的人检举啊、哦。朱正奇抽到叫牛粪博士，因为他反对牛肉含有莱克多巴胺，既然可以卖到台湾，他就买了一个汉堡，把牛粪包在里面，到总统府前面去抗议，吃掉汉堡，说我连牛粪都不吃，哦，牛粪都可以吃。 我不吃含莱克多巴胺的牛肉，美国牛肉就是含莱克多巴胺。现在美国莱克多巴胺已经变保健圣品了啦。朱正奇啊、哦，你可以歇一会，但是朱正奇去检举杨念祖，所以杨念祖的论文抄袭，不是不是博士，不是硕士的论文哦，就平常写在那个的论文哦，哦，军军事杂志的，然后一比对，哦，杨念祖说，我这个我们是里面有两个作者。 你讲这一部分不是我写的，但是我负责任，我下台，因为我有被挂名啊。杨念祖当国防部长当几天，各位朋友，六天就下台。他跟马英九讲，因为我被人家这样讲、啊，我没办法接受。马英九说，那我也同意你辞职。六天了、啊，国防部长被人家检举。各位，民进党是什么嘴脸？民进党就是反正我就偷，媒体也挺我啊，那些人。 教授学者，大家讲，我们就是没有抄袭。这种一对一下去比对，脸皮才是天下无敌。台湾，大家好，我是傅建科，来。 陈志飞开始，是谢谢谢谢志飞、哦、又来锻念我们，非常感谢。然后杨峰杨峰非常谢谢他刚刚也到中国、哦、去锻念我，非常感谢哈、哦。然后文生旺、哦、也是从中国、哦、也赶来这里哈、哦，董哥开讲，董哥喝水，谢谢哦。然后张小飞啊，张、哦、小飞啊、哦哦、是他没有留言，但是也那个哦，然后呃尼克苏，尼克苏他啊。 董哥为云喝水，非常感谢。然后陈丽人啊，陈丽人给我一张漂亮图，谢谢丽人，谢谢。还有菲菲，啊，菲菲，啊，他也给我支持董哥啊。然后请朋友订阅来分享，谢谢啊，非常谢谢菲菲，然后吴昭仪啊，昭仪刚也从中广来锻练我啊，他说董哥喝水午安，非常感谢。然后啊，柯小姐，柯小姐从菲律宾来啊啊，我他没有留言，但是他是啊，我非常啊熟悉的一个。 啊，每天来抖炼我，非常感谢。然后李道阳啊，谢谢道阳啊，道阳都会播很好的文章啊，我过去写的或者啊，增城报的那个啊，然后酷 A 啊，谢谢酷 A 啊，他也给我一张很漂亮的图，很感谢啊。然后苏珊，菜，是，他说他是苏珊，非常感谢。然后家虎，谢谢家虎，还有宋炳龙，感谢啊，非常谢谢。好，我们要准备回去。是。谢谢东哥。是。 时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哦，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全世界 News 九八，欢迎小董真心话啊、哦！那我讲真心话，我其实都用对照的，各位朋友都很清楚那我的对照就是。 你可以，他就应该可以。可是台湾它本来就是一个蓝绿啊，绿色可以，蓝色就不可以啊。绿色做什么都可以，别人就不可以。所以我刚讲哈，杨、啊、念祖国防部长做六天了啊，那我跟他有一面之言呢啊，他是怎么样呢？他当国防部的副部长，有一天啊，他就跟我们跑军事的记者讲，我那时候在 t v b s 主持节目啊，那他说啊，他们哦，国防部啊常对。 很多媒体的事情不懂，哦，那被媒体一写哦，大家就慌了手脚，哦，他听说我在报纸当过记者这么久，中实联合嘛，哦，然后现在在 TVBS，啊、哦，那又在主持节目，啊、哦，他说，他哦，想怎么样呢？他不是想来拜访我，他想，他把那些各单位哦，就是负责这一方面跟新闻联系的这些人啊。 找来，哦，希望我帮他们上堂课。那我说上堂课太简单了，这个也学不到什么大东西呀、啊。当然我可以讲一些东西呀、啊。后来我们就帮他安排怎么样？安排就是啊、哦，弄成一场记者会。这记者会哦，就下面就变做很多媒体，然后上面有国防部的官员，啊、哦，有人演国防部的官员呐、啊。 然后他在讲，然后记者就在下面抗议，说你这讲的不干不净咋样子啊？哇，那官员就就很尴尬，金金官就很尴尬啊、哦。我们就把它弄成这样，然后我再把我要讲的东西再把里面讲。后来他就很感谢我啊、哦，他就很感谢我啊，感谢也没有怎么表示哦。各位朋友，连吃饭都没有，就没有下文了。呵呵各位，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们那个军事记者跟我讲说啊，他们不对，那。 哦，他这个杨念祖是人很不错的人，你可以哈、哦、好好帮他一下。我说没问题的，哦，就没问题。所以就这样，连吃饭都没有，后来也没再见过面了。但我我讲这个，我不是在表示说我怎么样。我要告诉你，我们做一个记者，希望我们所采用的信息都是正确的。我报道你的弊案，这个、弊案你可以说明，但是你不能再面再去曲解，再去凹，你知道吗？我敢报这个弊案。 以我个性啊，我是铁证如山才敢报啊！哦，那我报了以后，其实是一翻两瞪眼啊。那很多单位哦，他可能会去会去解释，哎呀，董哥，这个是怎么样的啊、哦？我我也知道你要解释什么，我也会把你解释的东西写进去。但是你很多东西错了就是错了，抄袭就是抄袭呀、啊。各位，这个这个就没什么好讲，抄袭就是抄袭。 我也不会用中国大陆那个论文那么那么严格说，十一个字连标点符号相同就算抄袭。但是如果整一整个段整段整段一模一样，那就这一段即使只有三十个字都一模一样，连标点符号都一样，算不算抄袭？当然算啦、啊。各位，这个还有什么好解释？那您之间呢？您之间当然算啦、啊，因为他连错字都一样啊。那他在台大这一篇更好笑。 他抄的这个人叫余振煌啊，余振煌在引述一场选举，这场选举就是林志坚自己的选举啊。然后他引述以后，他把他的对手叫许明才。各位知道许明才吧？我在节目上讲过他。许明才的儿子是台湾民众党，许明才的儿子今年要选议员了，那许明才就去找国民党党部，因为他在国民党任内当过一届，后来输给林志坚。 寻求连任输给林志坚。二零一四、二零一八年，国民党又停又支持他去选，他还是输。所以，他代表国民党参选三次，只有第一次当选。那现在二零二二年，儿子要选议员，他怎么办？他国民党对他很好啊，他就去跟国民党讲说，要不然我我我我不可能不挺我儿子啊。儿子这么大了、啊，我不可能不去帮他站台，我是政治人物啊。所以呢，所以。 我也不要将来国民党，因为我去帮儿子站台，开除我党籍，停止我党权，对不对？所以我，我我希望我能够自己退党啊。啊，退党有个退党的申请书啊，哦，那党部说可以啊，我们我们大家这么熟悉了，我们拿给你啊。可是你行程在哪里？启明台说，呀，算一算说，哎呀，那这样好了，哦，我明天上午、哦、我要去参加一个公祭，公祭旁边哦， 你把那个申请单给我，那、啊、我写好我就寄过去，这样好不好？好啊，所以党部就派人把这个申请哦，他有一个申请说我要退党的申请书给他，那他拿了以后，他去填了、啊，被他儿子知道，他儿子啊，柯文哲的爱将啊，公开讲啊，国民党羞辱我爸爸，逼他退党，还在殡仪馆旁边故意交这个书啊。 各位，我知道政治要讲厚道，政治要讲厚道。当然，在柯文哲的党里面是没有的啦。柯文哲是柯嘴巴是苛刻啊。国民党提名连胜文，柯文哲讲：“哎呀，国民党哦，提名一条狗在台北市选市长都会当选，他在影射谁？马英九嘛，对不对？国民党提名一条狗都会当选，何况是提名一头猪？”他在讲连胜文，这种人刻薄到极点。 是一个草包，只是嘴巴垂臭嘛，对不对？我我讲是很公道的。那我今天我今天为什么要讲许明财这个事情呢？因为许明财在里面，在林志坚的台大论文里面被列出来，因为林志坚打败许明财啊，哇不得了，用这个来写一篇论文呐、啊。那谁先写呢？余振煌写，指导教授陈明通写了以后，林志坚就去抄，抄了以后。 里面错误的东西也一样，各位，里面错误的东西也一样。那那我请请教一下，现在陈明通替他开脱，陈明通是指导教授說，说是林志坚把他相关的资料给许明才，呃，给那个于正言啊，于、哦、正煌，所以于正煌抄错了。各位好不好笑啊、哦？论文有个提示，有个顺序，几月几号？ 林志坚的论文就是比余振煌少半年啊、哦、才写的，连抄都抄错啊，然后现在要赖给啊、哦、赖给余振煌啊，那现在现在我们是不是要如果照陈明通所讲，我们是不是要讲找林志坚半年写出论文的余振煌是抄林志坚的，余振煌出来讲啊？ 是我抄林志坚的，只是我的论文比较早发表啊，要不要？各位，我我讲，我们在讲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很单纯、很普通的一个逻辑的顺序嘛，都在讲这样啊。可是我讲哦，因为今天要护着林志坚，因为林志坚是被郑文灿钦点啊、哦，要来背弃他的新竹市绕跑嘛，没当完，因为他这两天要迁户口了、啊。 他的任期到十二月二十五啊，他过去斩钉截铁，我绝对不会选啊，我绝对不会到桃园去选啊。他斩钉截铁讲了，他下在要去时候，我任务已经完成了。各位，那那你碰到情况，在台湾碰到情况都一样嘛？韩国瑜老跑，对不对？市长没有选完嘛，哦，没有当完嘛，就去选总统嘛。那时候你们怎么打他？那打一打。 现在碰到自己就不要不叫绕跑了，各位，全世界除了台湾有什么地方是这样的情况？立盈做什么都可以，抄袭也可以。立盈有任何一个人因为抄袭而下台吗？有吗？没有啊。啊，他们不敢去告，为什么不敢去告？要去告检察官就要把他拿来做对照啊。 这两个东西拿来做追悼，那检察官的答案我跟各位保证啦、啊，在法律上，我跟各位保证，他绝对认定这个就是抄袭呀、啊，我就是抄袭呀、啊，啊，你不能去告，因为检察官他一到时候不起诉处分书哦、啊，上面就会登载，这个显然就是抄袭，第几页跟第几页一样，这个图表跟这个图表一样，他他也只能做这样的不起诉处分书，这个处分书有公文文号，就是公文书。 就是最后变成铁证如山，所以被指控的人没有人敢去告，你知道吗？说你污蔑我，没有人敢去告那。那那你告的话，告的话一一翻两瞪眼啊，就变成永久的证据，因为它变成政府的公文书，有文号，有日期呀、啊。各位，我我讲这道理啊、哦，其实都很清楚。但是我平常在讲新闻哦，我有时候真的很感慨。为什么很感慨？因为我们很多东西。 碰到政治就变形了，在台湾就是蓝立，立了做什么都可以，抄袭也可以，然后媒体就轻轻放。今天如果今天如果张善政您之间的对手张善政的论文是抄袭，事情有办法这样过吗？有办法媒媒体很多人出来替他讲话吗？各位朋友，李梅珍那时候抄袭国民党，有谁敢出来替他讲话？ 第一个对这事情不懂，你就不要去辩护了，对不对？那第二个呢？你抄袭这个学生姓雷哦，研究生，你如果真的去比较，的确是啊。啊，过去为什么大家敢抄袭？我告诉你哦，这两年大家比较不敢抄袭，政客比较不敢抄袭。早年大家都在抄啊，因为没有人会无聊到去比对，为什么呢？因为以前的电脑没这么发达，懂不懂？ 以前没有这么发达，那现在发达到你只要把这篇跟那一篇把它输进去，看有什么雷同，一看，搜寻哦，我跟你讲，不到半个钟头都可以搜寻出来。所以昨天国民党的议员王宏威啊，他去比对林志坚在中华大学的论文，一比对以后，各位马上就图穷匕现了嘛。 你有几个图表？有什么是一样？文字一样，错字都一样，对不对？这个就很清楚了。但另外一个资深媒体人，他过去在《苹果日报》叫黄阳明啊，他他也是昨天晚上就想说，好啊，那我也去搜寻一下看您之间的资历。发现，哎呀，您之间既然是拿到两个硕士啊，二零零八年拿到硕士当选新竹市长以后的二零一四年以后又拿到一个硕士啊，不得了啊！ 第二个说是，既然是台大，他就去搜寻台大的资料库，然后搜寻以后再去比对，他也不到半个小时就比对出来，林志坚这篇论文涉嫌抄袭呀、啊，他用的字迹比较委婉，那可是里面的错误一模一样啊，各位，他的错误一模一样啊，因为他引引用许明才的学历，我刚讲到许明才为什么会讲到呢？因为许明才在。 在这个一阵黄的论文里面，学历被写错了啊，写出哦，哦、美国学哦，写他的学历是多明尼克肯大学，那他真正的学历是美国多明尼克肯大学多一个课，他写错了照抄，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要比对很容易啊，因为有电脑啊，电脑就会去帮你搜钱啊。 那很多人哦，嘴巴还在硬啊。我有时候讲，民进党根本不怕人家讲，为什么不怕人家讲呢？因为连蔡英文的博士论文都是假的嘛。马上回来。龙哥，待会有什么行程？我四点，下午四点要去上中视的《素云大头家》，他晚上八点会在一百五十四台播出。 然后六点要去啊，中间的那卢秀旺的《辣晚报》啊，今天还有两场，是谢谢。刚刚念到丙龙从朱俊刚开始，是朱金刚哦、啊，谢谢哦、啊，董哥可以骂，但是不要伤了自己的身体哈、啊，谢谢啊，谢谢金刚哦、啊，这么贴心。然后张克勤啊，他给我一张漂亮的图，谢谢克勤啊，一楼一楼同日本啊，他要董哥多喝水。 小编要加油哦！支持董哥，谢谢哦，谢谢。我们很多朋友说：“哎呀，现在新的小编都不会叫董哥喝水。呵呵”我说：“我说每个人有自己的风格。”张土豆花莲人哦，谢谢哦，谢谢我们、哦、好朋友哦，来抖内。然后哦，他又再次的抖内，张土豆外呢，董哥讲真心话。然后玩具熊哦，玩具熊哦，董哥五万多喝水哦，谢谢啊、哦，玩具熊。然后一六八哦，Jasper Jas 是谢谢哈、哦，他说。 绕跑间好、哦，最后一定洗白吹风向，没有错，哦，一向打死不退，的确是这样。然后，哦，谢谢李道阳啊、哦，道阳引用真《真城报》，《真城报》是写高雄台湾最好的报纸，啊、哦，他现在改成网络报，各位朋友可以上《真城报》的网络网，啊、哦，他真假的真，早晨的晨，好、哦，谢谢、哦，谢谢很多朋友，好謝，谢。 全世界，哇哦呀，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全世界 news 98。欢迎小董真心话。所以今天哦，你看到台湾的抄袭风气啊，非常严重。啊，来都有啊。但因为大家都要为那个西明啊，看你哪里毕业，啊，这个学历就很重要了。 啊，学历就很重要，所以就哇看起来哇，美国哪一所大学哦，不得了？那当然，因为我跑政治非常久啊，啊所以我从过去看到现在，我都觉得好好笑。那美国当然也有很多野鸡大学啊，甚至在台湾都有办事处啊。我刚走过来哦、啊，还碰到一个美国大学啊，就在我们电台附近。美国大学在台湾的那个哦、啊，你只要在这边报名缴钱。 哦，就可以线上教学。那老实讲啊，一阵子以后你就有学位了啦。那有人需要这种，我我觉得很纳闷啊。政治人物需要，其他人需要吗？有，也有很多人需要、哦、就是你为了一个虚名嘛。我也碰过一所私立大学的啊、哦、一个首长，说：“哎、欸，董哥，你的你对这个东西这么熟悉，为什么不来练我的研究所啊？” 我说我忙得要死、啊，他说你忙没关系啊，哦，他说我觉得以你的历练啊，你根本很多资料你都不用看，可以自己正笔集书啊，哦，他说我常听你节目，你你真的如数家珍写一写，最多就是论文要出笼再去自己再去 Google 搜寻，看那些年份对不对？我敢保证你写出来论文很精彩。我说我没有时间了、啊，我现在哪有？ 你厚厚一册论文嘛，我一个朋友啊啊，他也是台北市议员啊，现在没有当了。有一天就跟我讲，说因为我我在名嘴里面有点知名度啊，他说我我我就几我的论文就要写台湾现在的名嘴现象，啊，那要找一些有名的啊，你就是被我标记有名的啊。我说我还不算呢、啊，我们啊做政治评论，台湾算比较。 代表性是李涛嘛，啊、哦，还有李艳秋嘛，啊、哦，他说要找李涛跟李艳秋啊、哦，来变成他的谎言，我是谎言之一，啊、哦，被访问的人啊，那我说我说你你自己想办法去跟他，我说我虽然认识我我也不方便，因为我出面，人家到时候可能不好意思拒绝或怎么样，后来他成功找到了，很很厉害，他写了一篇论文啊，在师大。 啊、哦，师大的硕士论文啊，叫、哦就是、陈彦博啊。那我说哇，你写这篇论文最难的是怎么样？没有人有办法去采访到李涛啊。李涛那时候忙得要命，对不对？他是 TBS 总经理，又是节目主持人，他他平常根本没那个时间。我说你能够采访他，很不容易耶。啊、哦，他说对啊，就是哦，就花很多心血。那为什么呢？我说你为什么要做这题目？他说因为这这个题目我。 我比较有兴趣，我自己也是小有名气的名嘴啊、哦。后来他代表新党当了两届台北市议员，后来落选嘛。啊、哦，那我我讲哦，很多人在做这一类的，就要找自己的熟悉、熟悉的。所以你看哦，我们看到徐若瑄啊或谁啊，他们去去念大学，他那个可没的没可没东西可以抄袭啊，因为他写的就是我自己，嗯、我念。 硕士啊，硕士论文写的就是我自己。那有谁比他更了解他自己？可是你了解自己不一定能够成为论文的素材哦。所以大家就哇，都用明星的角度来看他怎么去读，但是没有人很认真的去看啊、哦。他们的论文的题目啊，这种艺人我是蛮钦佩的，因为你还有那个时间去对自己哦做一个整理啊。 那变成一个论文了、啊，可是我们各位朋友，大家想想看，在台湾哦，这种现象它已经隐然成型了，说明了除了一个抄袭的现象之外，也说明了台湾社会整体的不公，长长的不公啊！绿营做什么都可以啊，我刚刚已经挤了蓝营了，李梅人被挤以后，他开始硬凹，后来呢？后来自己退回论文，退回硕士。 然后后来他被告，他自己还有自己的退回的动作啊。那如果是民进党呢？没有。国民党的国防部长杨念慈，呃，杨念祖啊，杨念祖被人家检举，他立跟马上就讲：“我被人家检举，虽然那个不是我写，但是我是共同的发表人。”辞职，国防部长干六天了、啊，杨念祖干六天了、啊，下台。民进党有人。 有哪个官员被检举下台吗？民进党有多少官员论文是抄袭？各位去检验一下。我告诉你啊，只要是啊、哦，只要是你已经踏入社会以后再去念的硕士、的硕士啊、博士啊，很多都是大有问题的，很多都大有问题呀、啊。那有些人呢，自己在当首长、好、哦、县市首长，就做了研究案。 请教授做研究案，由他的县政府、市政府付钱给教授啊。然后说，比如说，哦，帮我们某某县市来规划一个怎么样？然后这个你有什么样的研究的哦，那个那绕一绕呢？绕一绕，隔一阵子啊，他就把这个教授研究的东西拿来做他的论文。那论文的指导教授就是那个曾经拿他县政府钱的。 这个教授啊，上下交尊利。教授知道你要这个名字，我要钱，所以互相给。那给钱的人自己不用掏腰包，是他的县政府出的。这样的县市首长好几个啊，甚至他为了报答他的老师，有时候老师还进入他的政府里面去当局处首长啊，变成要跟他鞠躬哈腰的。 报告市长，我今天怎样怎样？要不要脸呢、啊？在台湾，我讲了好几个、啊，而且最主要是民进党的执政先实啊。各位已经变成这样了，所以挂一个教授的名字都好用啊，可以 A 钱。家里的洗衣机、哦沙发椅、哦都是政府出钱了、啊，没有人敢讲话。那这个发票有人去帮你收集呀、啊？你跟厂商讲。 你给我送两台洗衣机，一台到我丈母娘那里，一台放我家。啊，发票你自己想办法，反正钱我会付。发票必须要让我能够报的哦，能够去申报的，厂商就会去想办法。我告诉你，这样的教授一大堆啊，连师大都有啊。我们旁边的师范大学呀、啊，这是台湾排名前几名的。啊。各位，我我讲都是一个实情，连中研院都有啊。中研院的研哦。 那种研究室主任就用这种去爆啊，报到一头拉鼓你知道吗？这个如果我当检察官，我一定让他血流成河。我如果当检察官，但是台湾没有我这种人可以当检察官，我也考不上啊。所以呢、啊，大家都在混啊。明明知道查到资料了，然后不起诉，就好像查到李登辉的钱，把中广贱卖了。 然后李登辉没事啊，中广的土地贱卖去盖地堡，然后商人就给李登辉当荣誉董事长的台湾综合研究院给他两亿九千万，查到了、啊，我小董也写了，我的资料从哪里来？检察官查到的、啊。那为什么，为什么李登辉没有被起诉？为什么党产会没有去查？这就是党产被转卖啊，因为他是李登辉是立营的，各位懂不懂？各位我讲道理就在这里呀、啊。 那我写到什么地步？各位可以上网啊，你写地保、写董哥，Google 然后搜寻就有了。我我就写啊，那个厂商还怕被发现啊？分分散，钱不是一笔钱给你。我女儿啊捐、哦、多少，我女婿捐多少，有哪个银行哦捐出去？这检察官都查出来了，我们在写了，有用吗？没有用啊，因为台湾是个蓝绿的社会。 绿色的要干什么都可以，抄袭也可以，贱卖党产获得好处也可以。他们说马英九贱卖党产，马英九有获得好处吗？没有获得好处啊！这个检察官脑袋有有问题啊？他要求法官没收马英九不法所得。我说你神经病啦，你你这种检察官让人看不起嘛？你明明里面说他没有拿到不法所得，又要他。 不划手的应该把他没入，你怎么会有这种？因为他们想整马英九就可以升官想疯了。各位，我讲就是这样。台湾社会大家都很清楚，所以只要二整马英九、二整国民党，检察官、法官都可以升官，然后自己啊前言对不到后语啊，太明显了。各位，我我我讲简单的道理就是这样啊。那很多东西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他们不办？也不能办啊！立盈的人，我们怎么能办？对不对？我们得知道，蔡英文的论文当然有问题呀、啊。一九八四年、八五年，他怎么会有论文呢、啊？没有啊。可是怎么能办呢？是不是？所以颜色决定台湾的论文真假，决定你有没有博士论文，决定你有没有贱卖党产。 颜色在台湾代表一切，这个颜色就叫做绿色。A n g 好、哦，什么都是绿色，天下无敌，不要脸，当然也是无敌啊今天谢谢收听。您的股息入账了，请输入关键密码零零七五七，启动股息放大术。刚刚到 Jasper。 是，<後>谢谢。道阳，道阳，谢谢道阳哈、哦，非常感谢道阳引述真诚报。还有，哦，刘志佑哦，谢谢刘志佑，是啊，谢谢哈、哦。再见，董无比，哈、哦，谢谢，好、哦，谢谢给我一张漂亮图。然后道、哦，道阳啊，道阳又引述我一篇文章，谢谢，谢谢道阳啊、哦，感谢，好，谢谢大家，谢谢董哥。